hashtag 是感激。我以为他想要变成一个农夫，他去感激赶鸭。哇塞，反应好快啊！真的，我超喜欢你的小薇姐，我愿意付出一切去跟你合作。达人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是伟翔，我是 Angie， 我是尚荣。访问开始前，让每位队员抽取角色，角色分为平民和卧底。卧底在访问过程中必须完成小编指定的任务，卧底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以及最后的票选过程中没被平民发现，即是卧底获胜。我觉得今天的来宾里面有谁是最容易被发现的？如果他是卧底的话 ，Angie， 他感觉就单纯的笨笨的，不知道因为他不太会说谎嘛，傻傻的。前面三位都觉得你如果是卧底的话，最容易被发现这件事情啊。Excuse me, you're wrong. 卧底跟平民哪个身份比较有信心？对对对，善哦，为什么？你觉得他会说吗？哦，诱导他人唱歌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谁当卧底最容易被发现？威翔哥，因为他比较淡定，他要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马上被发现，马上。首先想请四位用一个 hashtag 来跟观众们介绍一下自己。我觉得我是没有规则，因为我不太喜欢给自己太设限，不管是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人生上面，就不要把自己框起来，无拘无束。我的 hashtag 是 daydreamer， 我最近刚发行了我的首张 EP， 然后都在讲我的 daydream， 跟我的白日梦。我是渴望无拘无束的人，所以你崇拜我？崇拜。我的 hashtag 是感激。我以为他想要变成一个农夫，他去感激赶鸭。哇塞，反应。好快啊！若要用一种食物来形容你左边的这位歌手，会用哪一种食物呢？为什么？我觉得跟他相处的感觉，胡萝卜啊，他很稳重，我就很喜欢那种。我不知道，我喜欢橘色啦。刚直觉是水蜜桃。因为水蜜桃它不会太到死甜，它是清爽又有甜，然后又清新的那一种，然后外表又很漂亮。我喜欢这个形容。Oh my god, thank you， 尚荣哦，今天的打扮可能是一个炸油条。炸油条，就是 you know， 可是我一直都是炸炸的，今天特别炸，就给我油条。同理哦，感觉像是跳跳糖巧克力，因为它很常会有一些捉摸不定的一些举动，然后它音乐就是跳跳糖，然后有浪漫成分，就是巧克力，所以对我来说像跳跳糖。可不可以介绍一首自己的歌曲给第一次要听你唱歌的观众们听呢 ？All is well， 我专辑里面的歌。Oh is well， 乌云过是在哦。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然后写给我阿公的，然后也鼓励到大家，一切都会安好。All is well。我会介绍 La La Dream， 是我 EP 里面的第一首歌，它是在 welcome 大家进入到一个白日梦，然后很梦幻的一个环境。你听的时候感觉你进入到了迪士尼乐园，有没有？有，有就带我进去。可是我忘记它前奏是什么，我记得是很梦幻的。推荐大家听我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叫《月》，然后也是跟这个专辑的名称是同一个。我很喜欢《月》这首歌，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要怎么唱。越过黑夜，才发现过去遗憾的瞬间。我会推荐我专辑里面有首歌叫《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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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》，五个 blah。这首歌是我写专辑的第一首歌，然后也是我开始编曲的第一首歌。然后它是在讲我对我自己的自我介绍吧，就是里面有写到我不喜欢正常格式的工作，我不喜欢合理的歌，就是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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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目前最想跟哪一位歌手合作？我有一个超级想要合作的对象，练小薇。你知道练小薇是什么吗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。后来。我总算真的，我超喜欢你的小薇姐，我愿意付出一切去跟你合作。我最喜欢的是 Billie Eilish。你最喜欢她哪一首歌？我最喜欢 Haley's Comet。怎么唱 ？Haley's Comet goes around more than I do。我最想合作的是娃娃魏如萱。太腼腆，然后不知道讲什么。对，好想要跟他合唱。我最想合作的就是 LMG Head Music 的社长 J Park。那个韩文怎么说？안녕하세요。两两分组，小编会出题歌手的名字，抢答成功后，同时唱出该歌手的歌曲及段落，相同的同一首歌曲才算得分，否则机会将给下一组。好，我们想好了，我们就要 Q， 应该是要这样。第一题，周杰伦。再给我两
太快了！明明就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？一二一，蔡依林。啊！对吧？我刚刺到了。三二一，有。老公，终于看开。老公，我呸，我呸。老公，老公。啊！对，你 key 啊，我难掉，我难掉。都要爆了！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。三二一，阿肯，爱为何你的秘密不想闭？主题：周星哲。Oh my god！ 二一，以后别做朋友。要你这样，太难搞了吧？还有最后一题。三二一啊！女人啊，等一下，我暂停，等一下，不要听我。先让他们，先让他们，先让他们。女人啊，我们何尝不是个好丈夫 ？OK 啦 ，OK 啦，谢谢。唱得好，承让，承让。各位卧底是完成任务的。各位都可以来祈愿一下，谁是我的？John， 话太多了，好像主持人来跳跳糖，不喜欢，不喜欢。我把同理去除掉，我觉得是 Angie。喂，我，好，为什么？他是第一个很快反应去推自己专辑里面歌曲的人，我觉得这可能是卧底的任务吧。嗯，你们这样讲完，我也觉得是他。那你原本以为是谁？我以为是同理，因为他刚刚一直讲话，一直，但我觉得你平跳跳糖啊，你平常也会。对啊，我其实蛮想猜 Angie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整个游戏都没有什么任务感，然后如果是 Angie 拿到任务的话，我觉得他不太知道怎么做事情。好，那请卧底。站下！因为刚刚卧底又完成任务，然后只有一个平民起任成功，所以我就是两位都可以得到礼物。好。这样才和谐嘛！大家好，我是同理，同理心的同，同理心的理。我的专辑首张专辑里面新21首歌曲让你收听，然后有非常多曲风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赶快去听，快点去听。嗯、然后还有专场，还有实体专辑，快多支持 ，Thank you。Hi， 我是 Angie， 我最近刚发行我的首张创作 EP， 同名叫做 Angie， 然后总共里面有5首我的创作歌曲，都在讲我疫情时候做的一些白日梦，很浪漫，所以赶快去听，然后也可以买我的专辑，耶，拜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尚荣，这次发行这张专辑呢，算是我入行9年以来第一张创作专辑，之前都是做乐团，然后这张专辑我会把它定位在另类流行吧。Hi， 大家好。我是徐伟翔，我的首张专辑《月》，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去听，因为它这一张记录了我很多这几年的起起伏伏，然后我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帮助到听这些歌的人。